可能大家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试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，其实实际上大家可能走想有点片面，我们试飞是只打有准备的仗，不打无准备的仗，任何风险我们都会事先进行一个分析，来确定这个风险源是什么，然后根据这个风险，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预案，然后怎么样处置这个我们。不是临场发挥，不是拍脑袋。